来到了经典的传声筒环节。第一轮我们要进行的是方言反诈骗。平阳就在花座飞，上网无网没线飞。可以用诈骗预警功能，它就可以帮你屏蔽诈骗电话，识别骗术。警民联手，齐心反诈，一齐努力。为了让更多普通群众的反诈意识入耳、入脑、入眼、入心，各地民警创造了一大批花式反诈宣传方式。其中包括通过村村响广播、短视频、无人机等方式传播的方言顺口溜，流传快、接地气。首先要挑战的是王牌家族腾哥、贾玲最后一棒花花。我们请上两位王牌对王牌的热心观众参与其中，欢迎他们。你好，大家，我叫美兰，我是法国人，我在中国三年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库迪尔，我在中国已经六年了。请后面四位戴上耳机。这一轮，我觉得对王牌家族来说难度不大，因为要传递的是湖北话。我看一下视力。广大的群众，请注意。方便之事要牢记，要向别人不错的，不要跟骗子赚钱币，有钱的存到银行里，没得钱的莫在网上里。那何不把花花放在第一棒呢？那就太地道了。好，传递开始。湖北话，湖北话。广大的群众请注意。广大的苏东群众，苏东群众，群众，广大的苏东群注意。行，方便知识要牢记。广大的苏东加一方便知识，广大的。你刚才说的是哪两句啊？我先说第三句啊。万一咱会第三句呢？要想别人不戳你，不要和骗子赚钱币。太强了吧！有钱的，存到 bank 里。哎，银行里 ，bank 里。No money，no money，no computer。Oh, no problem，easy。冒汗了。你好。哇，看来学习成果不错，怎么一头的汗呢？你好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别，再整点那扯点咸蛋呢，你啥都忘了一会儿。很多几句。很多字儿，没事。很多字。广苏东，咖喱。我听一下贾玲儿湖北话。广东苏龙家里欠你 ，bank 里 ，bank 里钱 ，bank 里 ，bank 里 ，no money no money no computer no 这个技术没有电脑，这个、no 广东 money, 没钱，广州苏东苏肉，广州苏东苏肉，苏肉白花钱，白花钱。不给钱，没电脑，没电脑。广东苏东白花钱，没有电脑。Yes. 没有吃饭都没有。Yes. 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花花，湖北方言，对，湖北方言。在天龙妈妈今晚我就要约会。什么？一句没有。很简单，广东。广东，苏东，苏荣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，对，没有钱，白没有电脑，白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没有电脑，没有吃饭，都没有，对，很简单，好，很简单，嗯，哎，挺多内容的呀，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湖北话是一个话系吗？不是，瞎编吧。没得电脑，没得钱，遇到 P
钳子，磨糟机，磨糟机，哎呦，狭窄，翻砸 ，APP， 鹅皮皮，钳子，椅听，九，勾机，哎，帮你追钱，窝嘴行，喂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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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可以。即兴编了一个反诈的顺口溜，朗朗上口，非常好记，而且对了八个字。哇塞，你俩这个击掌击的真的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俩在那弄了好几分钟。高兴。啊。怎么猜都能猜出七八个来呢？赢在自己能编顺口溜这儿了。创作型了都是，创作型。